在集合地点会选在精神中学一次，就是因为这里距离后方交流道相距不到一公里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方便游览车进出接送。可能运输官啊，或者负责游览车这一部分就可以决定说啊，在什么地方，他可能就是参照以前就哪个地方方便，人多好集结。他可是还没考到这个的背后，这整个疫情的发展，尽量避开火车站等大众交通汇集点，选择中小学甚至是一中商圈作为方便的集合点，但这便利性却衍生后续困扰。像是一中商圈的爱广场，就是因为有确诊官兵到三楼借厕所，导致整栋大楼都得关门歇业。差不多早早有，差不多有差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。只考量便利性的结果，直接影响就是一中商圈人潮少了三成，超过20家业者歇业，商圈全面消毒，社会恐慌感四散，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。在部队里面，就是来督导的时候，尽量就把一些不好的把它掩饰下来，不敢往上报，所以这种情形就是一样。根本没有做好到一级辅导一级，反正是一级搞死一级。当然便利性没错，可是他没考虑到这整个疫情的影响，所以这个决策者真的是就是便宜行事。这海军召回的集合点到底怎么挑的？怎么会哪里方便就往哪里去？究竟是谁决定替火车站选商圈校园，让防疫出现大破口？相关单位应该给全国人民一个合理回答。记者梁新山，警陈台中采访报道。